那个汤是整锅鱼汤，哦，好鲜哦！吃早餐啦，各位必吃。因为特色很丰富，它有很多自创料理。我要出发了，目前。好可爱的哎，快爆浆了！天天都是海龟，无人海滩。要跑没丢啊？就这个角度往下，海龟没有。这一件位置非常好，你看，就住在。码头而已，这个真的做很漂亮。另一边，那个甜汤的比例调配的刚刚好，超大颗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小琉球两天一夜的旅程。现在时间早上快接近5点的时间。等一下我们出发到东港搭最早的船班到小琉球。OK, 废话不啰嗦出发 ,GoGo! 经历两个小时车程，我们现在到了东港。刚停好车，好困哦。累爆哦。我们还有30分钟上船，我们先来吃一个鲟鱼汤。耶、yeah, ，屏东的早晨。你来喝茶。哦，好鲜哦。6:32。它的味道是很鲜的，但是那个汤是很清的。对啊，超清的，就没加什么调味料。哦，这些就是鱼。这是鱼骨。鱼骨哦。有点呛哎，鱼排骨，他刚才说的，他今天没有整尾的、啊，可惜。最后看他今天抓到什么鱼，他又煮什么汤。哦，是哦。嗯。跟每天味道不一样。就每天抓到鱼不一样，那那个汤是整锅鱼下去煮。我到期待了。对啊。安哥这片的规划拢是 VIP 的，淡淡的鱼味啊呢。最近是大只鱼，不然鱼骨不可能那么大。叫鲟神鱼汤，这個、鱼骨可以脱骨，厉害！已经煮到烂掉了。对啊，完食。谢谢。你看它锅上有好多鱼在煎，你们看。我们鲟神了，准备出发小琉球。那个鱼汤好喝，推超推。不要。到明天吗？可以到明天。我们下船，租好机车了，等下准备环岛。没有。上次我们是吃这间，下位先不对。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大街了，吃早餐啦，各位。感觉整个小琉球都在这里。哦，江苏鱼条。卖的好好卖。反正一下都卖我的。香肠，我个人猜。第一名是琉球果，第二名是香肠蛙桂，第三名是酥炸鱼条，第四名是香 Q 葱油条。第五名现在是红茶牛奶，大中小都是。第六名是豆浆中杯的，超多样的啦，必吃。哦，越来越重了哦。买完了，觅食去吃早餐咯。好吃吗？嗯，
吃冰的就好喝。开吃开吃，琉球果，赞的。好吃，这个是芋头馒头。鱼酥条。我帮忙啊。哦。好吃哦。今天的特色是讲，它有很多自创料理，然后都很好吃。就这个也自创，这把也自创，鱼酥嘛也自创的啊。我要困啊。要困吗？对哦，我现在精神就好了。吃完早餐，我们先去问一下，等一下浮潜有什么时段？哇，花瓶岩这里超多人的。对啊，你还记得哦？应该来全部写，应该来二千多块，我袂打啊，你顶下二千多块对不对？哇，好爽哦！直接泡在里面，我想泡在里面了。我们现在先去民宿，把装备弄得轻松一点，再出来玩。我现在太多装备了，在大街上，捏杯帅气的服装，海龟装。哇，查甫啊，椰子衬衫款袂歹。对啊。妹子。哦。哇，后面一点。准备浮潜啦！这是我们今天浮潜的店，蟹老板。帅哦，来比个 pose， 比个最帅 pose， 来来王力。封面照，我们要出花了，浮潜。结果我们又回到花瓶岩这里了，浮潜喽！对。怪那我的船被咬了，他说我们家的船。99%看到海龟了，怎么还没看到？99%看不到海龟，怎么？我超多吃的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超多。后面有，有啊。哇，好的。比我身体还大，第一次看到，超扯。海龟龟在吃海草，你看。终于让你看到了哦，而且那哦那边超多的，对啊，靠近海滩的时候都靠近海。这是我浮潜最久的一次，超赞，超到无敌都。那个是对，老龟龟给你。没加。
结束了，好玩，看到了很大只的海龟，赞。走，出发吃冰。后面的老子这两个算了，就是在路边的那种。没有希望了，换吃海龟烧了，海龟烧要排。麻古麻古，没办法吃冰了，只能喝麻古了。热，来加海龟烧，861，杯杯，王美冰店爆满中，没有，是任何一间店都爆满。在这个天气一定要吃冰。对。超可爱的哎，可以吃了。哦，快爆浆了。哦，五浆吗？有五浆。你奶油味？我有吃。看那们奶油味。嗯。而且摆盘摆得非常的赞。你们跟澎湖的经验应该比较多。对啊。你是澎湖的。天气热热，不要去看景点，我们来晃一下这个娃娃机。各种海龟，明潭没有海龟就不是小琉球。都是海龟。刚好缺湿纸巾啊，夹起来。哦，差一点哦！对哦，又甩过来呢，有机会哦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没有夹到娃娃。我们现在去秘境，300多块的湿纸巾，两包。耶、我们现在来秘境探险了。哦，下去就是了。对，无人海滩。要慢慢走。来。这个不是正常路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。小心哦。哇，这里会滑。就是算没有被开发的海滩了。我们下来了，秘境无人海滩，这车坐上去。哦，这是家啦。这里有一个阴影处可以乘凉，耍废。这跑不掉啊！返回去，爬山爬山。行吗？抓那个树根。人来了，换他们好了，我们也泡的差不多了。这秘境推推，大概泡了快一小时才来一组人。OK 啊，满意的。下一站海龟秘境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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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山猪沟，我们到了。山猪沟要喝芒果汁。咕隆咕隆咕隆。好像到了哦，好像这里哦，看一下，不是，再进去，我们到了，来吧。你的鞋子掉了，你的鞋子，感觉是就这样
走过去，然后就这个角度往下，海龟有没有？那你要头大一点还是头小一点？调整。结束。然后这个地方长这样。好了，海龟死秘境结束，我们 check in 哦。OK， go go。喉咙喉咙喉咙。对，合适。哇靠！厕所超大的。帮我看一下电灯，就比较老派一点而已，但是我觉得很可以耶。哇。哦。这浴室这么大。这是。哎呀，1680。出来看个海景，超赞的啊！这晚上可以叙旧一下。哇，4点多的太阳还是依然大。其实这一间位置非常好，你看，就住在码头而已，赞。很大哎，这件很大，直接换个装备，晒一下整只手。出发吃海龟冰棒，带你们去吃海龟料理。好，各种的海龟都要吃。造型吧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先去买海龟的麦芽。来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来吃手做冰棒吧，溜冰。这边有海龟造型的冰棒。感觉都不错。这是原味，没有造型的。也是紫色相思。对啊。紫色相思有什么？里面是火龙果、芒果、奇异果。哦，不是香蕉，奇异果。会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香蕉。香蕉。这下面就是。好冰哦，你这个。对。这个真的做很漂亮，另一边很特别。可可跟蓝莓的味道都各占一半，还带一点点甜味。微亮的蜜口，这是小玉西瓜。这里吃鳗鱼龙，看一下菜单。有嘞，粉皮啊。两只龟龟，两只，它的龟头断掉了，龟龟的头是掉了。那个甜汤的比例调配的刚刚好。我喜欢这个度过。对。完食，秘制。哇，看那只龟龟不见了哎！它原本那里有一只龟龟的，可能飞走了。嘿嘿，我们现在要去吃烧烤啦，重头戏。吃晚餐啦，各位，今天是主办新。你可以去用那个玉米笋，玉米笋很好吃。我那边站着呢。对啊，蚵仔超大颗。
虾子超新鲜的哦。嗯，好吃。甜呢、欸。这是海鹅啊，好鲜。这是什么？比我手指还粗。蛮长啦，各位。哦，这边啊，哇，这里超大颗，满足，耶、yeah, ，完食了，收得干干净净。夜晚的大街，越嗨哦。吃完烧烤，再吃个海龟烧鸡蛋糕，这家好吃，吃个奶油的。洗完澡咯，要去看女孩了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拍到银河照超美的，完全没有光害，有啦还是有一点点，但是拍出来了，非常值得。现在我们要回去啦，准备结束今天的旅程。好的，各位，那今天小琉球第一天的旅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。今天算是漫游，玩水居多，还有吃东西居多，比较少在看景点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超累的，准备要来睡觉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把那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